加基森，充满机遇的都市。加基森校园弥漫之间，加基森处处都有起点，枪声响，叮当叮叮当，荷包就鼓鼓囊囊。加基森从来没有底线，加基森哪儿都危险。消灭对手和帮助盟友，我们穿梭在街上。看看你的周围，坏蛋成堆，好戏就要上演了。这就是加基森。现在谁才是老大？好的，欢迎收看由网易暴雪联合主办，New TV 承办的炉石传说黄金总决赛的小组赛。2016年度成绩最优秀的24名炉石选手将汇聚一堂，向29万人民币的赛事总奖金，以及象征中国炉石职业赛事最高荣誉的500颗纯金炉石发起冲击。欢迎各位玩家的黄金系列赛官网和各直播平台暴雪游戏频道观赛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兔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德罗尼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小班。刚才看到了比赛，也是修行在2-0落后的情况下，三关那套海盗龙战啊，三关那套节奏战，节奏战啊，翻盘了。那下一个对手，下一个对局啊，应该是 W E 的莫言剑枭对阵的是 W E D O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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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狗啊，对，那莫言剑枭D O G 也是 W E 的吧？我记得是的，都是 W E 的，是一个 W E 内战啊。那相对我们来说，应该是两位选手的彼此应该是更加的了解，所以说卡组的针对应该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看到莫言剑枭带的是一套青海萨、七贼和一个青玉德。其实莫言剑枭带的四套牌非常的经典，就是天梯四大套牌，对，还有海盗战、七贼、青海萨、海盗战、青玉德，对，那就是没有那个宇宙树啊，四大毒瘤是。然后那 W E D O G G G 带的是一套青玉德，就是青玉德吧 ？AV 德，宇宙树，还有海盗龙战，是，哇，那可以看到这面的莫言剑枭，大家应该是知道啊，就是黄金赛也是拿过冠军的啊，广州站冠军，是的 ，W D D D O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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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，来自河南那边，夺冠感言不是非常的好啊，所以一直被黑到现在啊，是，这个四狗我不是很了解啊。会长哥球大有对他有评，他直接立最佳战绩5，好像也没看得过。这个应该是随心情写的吧？对，可能是因为 DOG 太多了，加一个 G， 然后发现又有人注册了，就再加2个 G。哎，心疼啊，心疼。可以，这个到时候如果他夺冠了，可以问他一下 ID 的由来。好，德被搬了，另一边是萨满被搬了。是，这边班德因为有宇宙树啊，所以班德是可以理解的，可以理解的。对，因为宇宙树打德几乎是必死的一个，非常难赢啊，非常难赢。相对来说就是28开，37开，他这个是青玉德啊，很难打。然后这面丢弃是一个 AV 德，就是艾维娜加那个库恩的那一套。加蓝龙马里狗斯一套。会长，那我就觉得四狗搬牌有点问题啊。四狗，因为我觉得蓝龙德就是这个 AV 娜秒杀德打那个青玉德是极大优势。极大优势吗？我觉得吧，优势大概是也就5.5左右吧。只有5.5吗？帮教练还是耿直啊，像我们这种职业解说一般都不在赛前说这个半牌优势问题。对，一旦人家赢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说，哎，这个半牌。就当时看出他的功底了啊，好吧。DOGGG 现在是又抓到了呀，啊，又是一个宇宙树抓萨满的对局啊，抓青海萨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先手宇宙树打萨满，如果不是一个打脸萨的情况下，你会选择留雷诺吗？好像是没必要。如果我确定对面不是打脸萨的话，可能不留。对啊，因为我找 AOE 更加重要一点。对啊，甚至于末日都比这个重要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莫言的青海萨，好像是炸裂开局。DOG 他明显是知道莫言是一个打脸萨，他才会留。那没末日怎么办？抽一口呗，分流呗。你敢抽？我感觉小软都得下了。我感觉肯定得抽啊，没抽我怎么来 OE？ 好吧，小软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是小软，那直接火蛇撸过来了，感觉世界太痛了，雷诺都下不去了，我感觉。我感觉五飞应该就死了吧。
如果没 AOE 的话，还得看梦魇剑妖后边几抓抓的是什么。嗯，那下一抽希望是蓝魂，然后这边没。你还抽下一抽，应该直接会上小鬼了。小鬼吧，这不能抽了，那只能出。出小鬼，出小鬼的话，你没有蓝魂，然后这边没 AOE， 直接摇个法强垫掉。哇、哎、哇，这个就太厉害了！发牌员暗示莫言直接怼过去，不相信对面有地狱烈焰，会长你信吗？我不信，你不信？是的，因为我这里解。接起来，会长看着牌，你告诉我他怎么说？他说信，就是看见了。不过讲道理，想赢是不应该防地狱烈焰的，是因为一旦这里没有地狱烈焰，我感觉在六飞之前就已经打死了。但是莫言江这边考虑的应该是，我打了以后，对面一旦有地狱烈焰，我没有后手了，没有伤害了。考虑一下，能不能莫言江吃了地狱烈焰之后依然不亏呢？好像不太可能，还可以。哇，他这里选择求稳，选择找、啊、可以、啊、好，有个草粉的打一下，然后发现没有，就反正你现在有地狱链肯定要交嘛，暴击、啊、长得比较像，那应该是撞一下上个煎饼，摊贩赶紧拿一口，好，这应该感觉到了吧，这已经清晰的没有了，而且连暗影烈焰也没有，有你也会交的，要上五五吗？狼魂加闪电剑，大胆的蓝魂闪电剑 A 过去吧。蓝魂闪电剑的话可以加三攻，三攻加上四攻，六攻。不过存在着有强的可能性啊。四剩四血。但是会有强了，因为如果你不解阿古斯双架会比较麻烦。对，那先把蓝魂的伤害打出来吧。有没有可能上直接上那个四五五？对，就四五五嘛。上四五五可以压制一下这两个生物。可以，四五五可以，因为你感觉到对面是没有 A O E 的。此五呢又防了 AOE， 同时也让对面很难受啊、对面架阿古斯的话你也不是那么的麻烦，其实因为你没有过载，其实还是狼魂好，因为狼魂对面不太容易过，他这上四五的话挺好的，因为就算阿古斯对方剩一血他可以用大漩涡解，就是对的，是还是上四五吧，压两个生物，好，再走脸叫杀了没有？几乎叫杀，接近叫杀，下回可能来一把刀什么的就叫杀了。然后红吸没有用，好像这暴金药水 啊，解掉一个，解掉两个，还可以。暴金药水之后，下回合又下不 了下回合就雷诺了，下不了了，少一颗水晶了。但是可以下回合可以日怒啊，这里肯定是要打暴金药水的，然后可以解掉火蛇，再吃掉一个。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暴击二手的副作用，翻了两点，这么快就翻了，这就是克制啊！二加死了，蓝魂什么？闪电剑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听说克制，听说克制，这闪电剑抽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所以已知，但骑手到底雷不雷，留不留雷诺？没错，留雷诺肯定没错啊、哦，只是没有换到 AOE 是吧？只是对面竟然连刀都没有，我这个小软很尴尬呀、啊，很尴尬。所以我说两费时候是不是不应该抽呢？这个直接小软可能还是有梦想吧，因为他觉得上了小软对局面的帮助没有那么大，因为上小软他对面火蛇也就是一个一跟你换掉，然后你又少了一张牌。对，然后同时没有翻盘的 AOE 了，其实 AOE 比较关键。那这个就是宇宙树呢，没有 AOE， 然后没有末日，什么都没有，对，就是比较苦。就这种这么苦的情况下，差那么一点点还能翻了，对，哎，其实宇宙树我打觉得打的还是已经可以了。那尽力了吧，反正只能说，卡组也就是这样。现在其实大家卡组基本上来说都差不太多，都是属于毒瘤一二三四五里边你选四个。是的，选四个，还敢下宇宙？艾维德来了，艾维德，艾维德打这套又被抓了，海盗战又被抓了，这等于说，是。哎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再上宇宙树好一点呢？哦，他可能是怕贼，怕贼，但都怕贼啊，这两套都怕贼。问题是这套不是那么怕贼，我觉得他应该先上海龙战要好一点。海龙战的话，好。海龙战法玻璃，我觉得这里上德还是不太好。那这里可能要硬币激活路亏了，没办法，激活路亏了，不想死，只能这么玩了。等不到六费了，是不是还是要硬币激活路亏？想一下对面怎么解你，对面掏小斧子的话是换掉你，直接一个哈哈的话，两攻，还要残杀的怪来解你。上了路亏，对面要不解你路亏呢？对不可能不解，解两费解路亏吗？不可能不解，应该会解。
但是解了也挺伤的，等于四五三五的嘲讽。对他还是上了、啊、你就当自己上了个丁哥嘛，你上了一个嘲讽，你是交激活硬币上的，我把你解了之后，应该是如果你不接成长的话，应该是挂机了。对，就是陆亏还是要解的，然后盯一下，升级加一个哈哈，哎，这就不那么亏了。啊，那是场上可以多留一个怪核心，是的，还可以上一个。木叶要不然很难受，不要升级上一加一两个生物怎么样？嗯，也可以，站的场会稳一点。如果两费你变脸的话，我这个站一个一三肯定是赚的， 对吧？因为这个升级最好配合大刀来，用在小刀上很浪费升级、嗯，很浪费，因为自己手里也没有那个三三。有没有抽牌很关键，那只能拿火冲。倾家荡产把这个路亏解了，必须解，你就当人家上了个丁哥嘛，重视一下人家。那这里有没有成长很重要，激活打快攻很强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的，这好像要愤怒打，不会愤怒打三坚决不干，我不如打一，我说的是打一，打一是吧，打一我希望我不打，我这个牌希望是抽到，赶紧抽到那个科技，成长对成长，激活已经用了一张了、哦、哇这么可惜，他打三你怎么看，我觉得过于有一点点保守，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，保守有点保守，有点小题大做了，我觉得哎他这是强德强蓝龙德，他是带了两个六五七，主要这个愤怒打了三解了一个一三，那面对后面的库卡龙都没有办法呀，我觉得很浪费，这个局是人畜无害的根本不需要解、啊、他没无面，难怪他不敢打人家的青羽德，他是偏反手的那个，下回合准备愤怒解掉了，愤怒解掉再变可以，但是对面上了一个四三，那你是解，所以这里就乱用愤怒，好，不能说乱用，保守现在就很尴尬了，你本来两个愤怒解了很好，为什么要跟这一个一攻的小鱼人过不去，你要嘛愤怒打一嘛，找那个科技，哎，这已经炸了呀，可能就是这个愤怒，本来两个愤怒是可以，这只能出四三三去跳费，下回要出一个五七刚一不跳费吧，出二二合是不是好一点啊，跳他现在回他现在需要跳吗，他五四四六也是嘲讽好像是不需要，对啊，他出个，但是你吃得起这个伤害吗，他不敢吃，还是愤怒变脸了，因为他下过熊德冲下个墙，那人家有奥金符你就尴尬了呀，对，奥金符也还行，奥金符也得砍一刀撞一下吧，因为有升级就直接过来了，那升级费不够了，上帝视角看他这回合如果有奥金符没有刀，没有哇直接定，哇这波没有那么强，很亏很亏，这波其实没那么强，主要是没奥金斧、啊、奥金斧打德的时候特别厉害，这是一个半强德啊，熊德架个墙然后接两个墙能不能挡得住，好像能，能挡住，我们还要看他有没有回血的方式、啊、跟是一张废牌，没 有只有一张啊，两张野性之路还可以，手上现在还能，好，这个要卖生物才能过，算了吧，还是自私。哎，哇，直接火车王了，这里那就火车王吧。火车王一点伤害都没有溢出，对，因为火车王是不能穿墙的，所以留了一个自私。打脸吧，这个解铲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打脸，我觉得砍了。两个愤怒都没了，砍脸也行。他防一手很少，也就是防一手很少，砍了吧。因为手里面还有一个打四，再来一墙五七，挡一下。这个墙还是会被秒拆，看一下四五六没得选，他只能上墙，拆不太过去啊，可能还会有通风怪或者武器，好，小斧子加自死刚好可以过墙，七点打脸刚好死，已经死了，真的，那问题就是出在那个那张愤怒，小愤怒，你要么愤怒打一过牌找一个科技，要么就别动人了，他手这么卡的情况下不如留着就等库卡龙算了、啊、你手里面有两张墙，你就等着我慢慢的，他如果四费的时候双愤怒一交，五费六费都是墙，是、嗯、其实后面还挺好打的，他这套牌怪不得他用这套牌来打，我前面以为这套他就是一切的问题就源于他对板娘这张牌过于重视，是的哎呀会长还是狗夫人 啊就是这个一三如果没有解掉的话其实就留他嘛，这把很可惜啊，他本来很有信心，因为他这套牌强多，熊德两个，而且有两个野性之怒回八，两个回十六，几乎是稳赢局，感觉五到六个墙再加这么多，然后极少有个激活把你第一波的所有海盗全给我吸引了，而且伤害几乎就没吃，嗯，完全是因为自己二费三费四费卡手，如果他把激活留着跳舞
那不用留，就是那个愤怒的问题。对，莫言青霄也是五啊，他这个海盗战一飞三个摸的也非常好，后面对，好哇，这个棋手打德鲁伊，我觉得非常棒，硬币跳一个再接一个怎么办？哇，这边卡了，德鲁伊比较卡，卡了一个手牌解一。他为什么对这套德鲁伊这么自信呢？他打贼的话，我看看他有没有，他用海龙战打贼的话也还可以。他想的是反正我都要打，对吧？我觉得用中速煞打贼，他没有相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他中速煞已经被办了，被办了。讲道理，这个贼应该是怎么看都能。哎呀，这变脸德怎么可能打得过贼？贼摸不到家具身还有机会。是。就。而且关键是，你看这个 DUGGG 还有一套宇宙树。对吧，这个贼再不济还能从宇宙树那里占点便宜。手牌减二，减二，减一，减二，只能挂机，下回激活跳一个五费，接一个六费，再接一个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挂机下回 跳那个六费的比较好，但是别人会先跳啊。这样的话四五四只要接一个背刺就过你了，要来了闷棍就炸裂了。加机身一来，我觉得这边没戏了呀。是，两个北贼接加机身还行，激活跳武器呗，跳武器，跳跳跳跳跳，哎，咬了呢？不可能咬，不可能咬，跳我起码逼你一个背刺吧，你没有，也许我就站住了。这套牌其实这么多的墙打的都保守，他就有点过于保守了。上回合，哎，没有，那再接一个挂机，再上一个挂机嘛，可以砍一刀，可以砍一刀，要不要砍回来？有点痛，老贼，老贼要不要砍？砍，不要脸，砍吧，反正知道你是个反手的，还是要砍，不要脸了。好，那这边再接一个熊德吧。熊德要冲吗？哎，不可能，加强吧，因为刚好这个墙你都解不了，对吧？打脸了，不要解了，是打脸了，去你的，你敢卖脸？因为不吃背刺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就等于说，不仅是杀了一个怪，还打了十五血，打了十五血。哎，闷棍来了，这刀是不是白砍了？好像是吧，哎呀，那你不要脸，血法闷棍吧，还白砍了，血法闷棍冷血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冷血可以交，冷血可以交，逼对面打很少，不能再上怪，对，没问题吧，老贼会的，我觉得可以闷，是不是可以考虑闷熊德？还是闷熊德也是五费，也是五费，对，是六费，那个是六费，那已知对面下回合是六费。为了不让自己那刀白砍，闷熊德吧，我强行撞了他，要不然白卖了。好，血法冷血贴过去干啊！好，闷熊德，好处是在于反正你六费都能出，但是对面还有一个新的，这个卖脸毫无压力啊。莫言剑笑表示我还可以再卖一刀，八血你有什么办法？好，血法，对面要不要叫横扫？就反正不让你出。横扫在哪？横扫在哪？你得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再上一个六五，只能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六五七，好笨重。主要这个熊闷回来了以后，它是不能冲锋的，它就废了。对，没事，这里可以加迪森隐藏了。加迪森隐藏了，刷起来。加迪森隐藏，加迪森硬币隐藏，四级带发闷棍崩了。是的，这个可以先不打这个九九四。对，忍一回合。被刺打三。要不还是打了吧，因为有点痛。先隐藏看一下吧，万一有四一代发背刺了，来四一代发刺他，他不要了，直接隐藏了，直接隐藏了。那下回就准备刷另一个闷棍闷回去，或者用刺骨背刺刺骨解。你看，这里肯定是陆盔加甲砍脸，没毛病。下回神抽蓝龙变脸吗？这，哎，蓝龙都不如熊德呀。这蓝龙是怎么个说法？回答。他是不是想找个激活下回合来一波，找个激活下回合来一波翻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们只能这么理解了。对，十二血你也打不动啊。我看一下他好像没有带，果然他没有带月火的呀。他肯定不带月火，因为那他这个 AV 一套是吓唬人的，就是铺场的，说白了就 是的。他主要是配很少的，这里为什么不上个哦，他想卖血法哦，想多换一张牌出去刷个饭过来，得有啊，慢慢刷总能刷到的吧。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三费的法术，没有。好，是先可以卖血法先。
宪法卖了看一看一下吧。那这里是打算先刺骨了，刺骨冷血。哎，刺骨，先刺骨，先刺骨，没毛病。然后贴冷血给加基森。他这套牌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，你看，哎，我就感觉有大范，所以对，应该还是稍微等一下，先把血法送了嘛，因为你怎么打都要卖血法的。他不卖了，有小野菊可以卖。我会卖血法，卖血法可能过到一张隐藏啊，如果早点卖。对的，这个已经不可能输了呀，已经不输了，已经不输了。这里上回合没有加八甲，这回合已经没时间给你加八甲了。上回都选到蓝龙，真的是，你上熊德都比蓝龙强。对吧，他想过一张牌过什么呢？过激活，啊，除了激活就是过激活一套。那你过了激活下一步你要铺一场还是要门户大开，你吃得住这些伤害吗？就是啊，你铺一波你不能反秒盗贼。对啊，你铺一波得是三回合的机会才能翻，那你给盗贼三回合，场上带一个加基森隐藏，你等三回合怎么都死了。不过归根结底还是上一把打海盗战的时候没有打好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板娘只是稍微诱惑了一下，愤怒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四妹本来双愤怒一解，根本没有场攻了。对，这套牌的话，感觉打海盗战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是打别的感觉就没什么。可以看到墨渊剑霄这四套牌真的是比较偏快的，除了一个青玉德，比较万金油以外，其他都是偏快的为主。嗯，有点吃那些前来抓快攻的那些人啊。是，就是。如果你是几套宇宙的或者是龙木，可能墨渊剑霄会难受一点点。Dog 的想法是办掉你的青玉德，你剩三套快攻，我这套强德还抓不了你的快攻，然后一个都没抓住。讲道理打好了还是抓住的，是讲道理打好了至少那套战士是可以抓住的。这场比赛也真的是，我们要用酣畅淋漓来形容的话也不为过啊，至少是三套牌直接跑掉。对，非常好。至少如果观众里面有很多喜欢就是快攻的水友的话，应该看的会比较过瘾啊。那只能说这个在 WD 的内战里面，墨渊剑霄是3-0轻取了自己的队友 DOGGG， 先下一城。好了，那我们稍作休息，后面还有精彩的比赛。